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。观天望地看涂骹，啊，地理有对无对，啊，就清清楚楚。啊，那么咱入来，你看呢？这个，啊，你大厅出来，啊，你别咱个来，啊，这别咱来，就接这个，啊，接着拄对面头前，好吧？啊，这个龙须，龙须啊！啊，有没有？好奇怪啊，是老花山恁家讲的啊？啊，是不恁家讲的？啊，这一条哇，安尼哦，啊，小明安尼来，啊，坐咱对面头前，一个一位很凉的龙须，哈、啊，你是实在是看到个站站站的出安尼，外口的气，啊，个内底的气。来这会烧烧了烧了，哈、啊，这里呢，一个较凉，哈、啊，啊，这里较烧了，气都到这里，好、啊，以后这涂骹莫过用东用西啊嘿，然后啊安尼就好啊，哈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当初本来是要请示说，我把涂骹来变安尼行不行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变来变来哦，啊，这就是。第二年就这样子，啊，第二年就这样哈，好好，一直是不是的，这个龙啊，开两两手啊，好、啊，和那个相应嘛，好，安尼俩。师傅，请示哦，我拢直接这个所在人拜神，直接烧金纸。哟，王燕，王燕哦，嘿嘿嘿，好，没有问题，好，想好是买啦，买哈，想到边烧，好，龙。透珠嘛，龙口嘛，而且下面呢，黑点烧，嘿嘿，安尼多啊，好，那么相应，好，所以爱观天，望地，大气，啊，上面行，咱就先坐坐，好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上山了，我们谢谢，谢谢。我先来看。马上到，马上到，很快了，很近了，马上到。啊，还一节蒲团的吧？啊。叫我放下去养老。各位同学，你们站在那边就好哦。啊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呐、啊。啊，这就是安尼啊。你们，那么这个地方会不会结雪呢？啊，那个风进来，这里就开阳啊，接着开阳啊。啊，啊后边山有落麦来啊。那么落麦来呢？你是打起是要起倒位呢？野植物呢，会很自然有一个给你指示标、指示标。伊咧大野植物嘛，就奇怪，花比上悬咧，一直落到树啊上悬咧落下来。啊，遐树啊个一撮，哇，敢若一撮树啊，哦，一撮树啊遐咧，
加起一个络脉，一个气对下来，都对下来。好，所以他们去的，加油去靠的山后，啊，头前都有名堂。啊。头前有名堂。哎。所以他们山区的技术啊，你若无名堂，迄个溜溜嘞，迄个平啊啦，啊平啊。那我阿伯，你若要去用来家？好。啊，搭帐篷啦，弄到家。好像是新生式的山梁，哈哈哈！啊，那地理呢？水源头晓得呀，所以面顶面叫啥地理？叫啥物地理呢？冰岛的地理，冰岛冰岛，啊，家己底下吼，迄、那个好山好水，食水就饱安尼啊，哈，安尼就会使了。所以云梦山水帘洞黑马巨头嘛，当时老祖底下修行啊，啊，迄、那个。你知道伊一年食两粒奇果嘛？半年一粒。欸，你讲哦，老多是够瘦的呢。我即嘛嘛足希望想遐瘦。我一年啊，花食一粒红奇啊，我就好啊。我搁算啊，搁五十年，我都准备五十粒。安尼就会使了。啊，事实上呢，咱要食的物件呢，那我到连港拢免食，干咧食水的时，嘛袂歹啊。不过你干咧食水咧，水完全无毒。咱身体上的结构咧，需要各种植物纤维啊，啊来配合，啊来咱的身体上拢需要。啊，正站有一位菩萨咧，啊，伊讲伊拢爱食饭啊，哦啊，所以咧，伊咧，哦开始要食水，食差不多无半年咧，脚拢软去啊。哦，伊家己想，哦，伊个修行啊，讲菩萨甲讲，讲你食，即个水就会使咧。啊，事实菩萨甲讲，菩萨无甲讲，迄是家己空虚妄想啊，爱有医学常识。咱若是山医，你要食水，最起码植物草啊，咱胃内底爱有摩擦嘛。你胃内底你若无摩擦咧，胃就渐渐机能就歹啊，身体一直冷，一直冷。哦，那修道爱有智慧啊，嘿，好、哦，那这个所在呢，好、哦、啊，安尼俩，好，我们再上去啊。这张树啊，哈，那个叫银板树啦，我叫江母树，江母树，这那边生哈，倒这嘞。啊，去顶山吧！啊，顶山吧，吃就行。啊，这不用公司建设的，我用个错方错了了。啊，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啦，吼！啊，出来个只，迄个充满着一个欢喜的所在。啊，都讲咱师姐啊，啊，一创小弟画家，在南投。碧山的山顶，在登山时代时，登山先来到碧山山顶，足脆大的，啊，但是去哩咧，啊，一个，迄参政阿婆咧，啊，我送啦，啊，伊在螃蟹要钓食，啊，螃蟹钓食咧，面顶甲下粗光，哦，迄个登山先吼，足气哦。你是安尼心遮尼歹，我伫咧喙焦，你是安尼阁创错光话食，吼啊！爱分掉，啊！遮食即个，啊！食第食咧，啊！伊毋知影迄个道理，那么迄、那个邓山先咧，伊头即个人吼，遮歹心，吼、啊！爱要互你安怎？伊就甲心内咧想，伊讲某人恁有祖先风水无？骨头也有。啊，我咧种一个予你的大发的所在，啊，真正都翕景伫遐。啊，伊就甲种一个风水，叫双狗拖丝啊，两只狗在拖丝。啊，甲十三四年后来咧，就搁经过啊，去看物仔咧。问讲，啊，厝边头尾甲问讲，啊，某啦，迄口罩安怎？
迄个先生伊心有亏嘛，伊就派死过去啊。啊，这个迄种个人，哦，去好这么足好个，一个登山仙呢，风水也重要嘞，真顺时，大家个平安，做啥拢趁钱。种奇怪啊，着我也看。啊，去个时啦，啊，这位主人家接受个捧茶请个，面领个下汤，阁好食。因为嘿，这个人呐，安尼心着遮歹食啦，啊，会发。那么，甲问，伊讲恁吼山下爬起来烧烧，那恁食嘞鱼是鱼会缩掉嘞？气管会缩掉，身体会伤着，所以我咧创烧烧茶，放粗粉，粗粉我拢洗过，啊，拢有曝日啦，啊，所以清洁你个，把内底垃圾去吐掉去，烧去落，这是健康才袂伤着嘞。所以这个先生呢，嘛是伊嘛无讲啥，啊，恁迄问风水，带了朋友，哦，感谢你个风水撞了足好个。哦，这真平安，再去看觅来咧。原来双狗拖死咧，比换双西人球，双西人球，迄门风水拄球，两只狮啊，狮啊就是财。哦，伊讲哪安尼？伊讲道理也做了哦。啊，第二年就出山，山出咧，出到尾都比两虎西咧，比西，啊，拄啊甲强化咧，双西倒转来。湘西人球，原来狗伫面顶，吼、哦，伫伫头前，龙虎山呢，伫遮呢，迄个湘狗拖尸，两只狗在拖尸体哦，啊，伊嘞结果地动中止了无走，吼、哦，啊就安尼走倒嘞，啊倒起来，山做遐，换迄毛毛啊，做接球，做湘西人球。好、哦，这好事，点点啊做，赶紧有天在看。哈、啊，那么咱现在这个所在咧，我拄只也各位讲过啊，水头无地理，那有是冰岛俩。那么咱这所在咧，哈、啊，这一条龙啊，上悬起顶，哇，这起顶这，哎呀，咱来看青岛上面这起顶咧，伊一定就一条脉络，落来到这。那么就地理哦，这是孤阴，孤阴爱开大洋，假使这搭要去，这站，吼、哦，迄站，老嘞，袂得去大家歪掉歪到平平平去，啊，再起铁凹，铁凹咱起铁凹嘞，就有明堂有下巴，啊，有下巴嘞，你就收掉呀，面顶无啥发来讲，最起码平安，万年身。哦，这个方向，注意，关的处，上惊起伫火坑、火坑、天兼地，哈、哦，八卦有八个方向，啊、哦，就是讲，啊，火坑，哦，看咱有咧挖山无啦嘿，咱无准备要挖，啊，咱讲爱咱挖倒啊，哈。啊，这个呢，你伫山地，即使无得着现，但是呢，咱逆向天兼人，啊，人兼天兼地拢会使的，人缘，啊，地缘兼人缘，地缘不兼天缘，安尼来做，拢会平安，无大发的时，嘛会平安，好吧？啊！我你爱看着水口，咱水口写倒出去，咱理想一定要拐倒入来，哦，啊，拐倒开入来。啊，你若是水口啊是，你将那水泄出去，啊，记袂牢。那么呢，桥都快抓，桥快，画天圆、地圆、人圆呢，咱这路径有啥有啥，我这三万乡甲各位做一下。哦，那这个山
顺山，顺兼之，顺天然之人缘，顺兼之，啊，就会使。啊，咱来看头前个案，尽量爱有落平个位，假使暗了处处，咱看别人对面俩，你要看对面俩，啊，对面俩，头前处处，好吧，处处内表示遮拢无向，拢袂使哩，啊向，迄或者嘛是社会，嘛是社会内。迄个孙丁、孙仔，哦，迄个社会伫了内，那么你这边就无他向啊。所以咱一代发明堂，一代发明堂，第一代你发明堂，你要看这个明堂，啊，有他，对不？明堂就是咱的贵人，咱再去看的，迄个佛寺对面哦，有起一个青体，九星又升起了。这是贵人，现在这里拢无贵人，所以你这个地理会使哩无？这样会使哩无？不可以用，啊，不可以用，啊，你向家不可以用，那么多会当用嘞？不多会当用，用伫倒位？用伫头前平台，啊，对面落平的所在，啊，落平的所在呢？啊，恁用你背起只看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来。好来，你甲各位，恁来看山势，山坡后壁恁都要山连线，要山连线哦。我你要安怎徛向，真重要呢。吼、哦，咱来看对面落平的所在。好、哦，那直直流来，啊，直直流来到个平的所在，你向了去，八卦一卦通，八卦一卦通，啊，就是有一个生机，啊，有一个生机，啊，咱你看这附近的树啊，附近的树啊，哦，对，有点也是向着朝那个方向，有一个圆圆的形状的气，啊，啊，你来向安尼去。所以树啊呢，树木、植物呢，啊，伊嘛会甲咱指引明灯。啊，毋知有当时啊，咱会感觉足忏悔的。啊，咱有读册，树啊无读册，伊有法度着找明路。但是因就是感应。啊，树啊是安尼个，遐个智慧袂死去，伊在大地中间呢。它是时时在静的，一静，啊，接受了，接了都各种的啊，四时八节，四时八节，啊也啊，这个冷热湿寒，啊，这激发咱人的意志力，起码伊一只，风吹雨打伊无走，根直断，从根直直断出去。所以此外，一用百岁、百岁、哈、啊、千岁，咱人在各个种，咱有思想、有想法是上宝贵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咱若讲要较长寿咧，咱早时起来，暗时有空你们都打坐，处理现在所在都打坐，不一定爱的神听，哈、啊，房间也可以随时坐下来。让你们这个气啊和天地合而为一，咱身体较健康，会长会寿，啊，是这个道理。那么再来，咱这所在要定向，一定爱看后面的来龙，后有靠，前有巢。你看后边这呢，上面是一个土星，啊，上面是一个土星。啊，土星落到这里下来，啊，咱兄弟坐平家过来，捞过来，叫做土角流金。土星啊，下来圆圆的舞曲，啊，土角流金。上面土星就土角流金，啊，所以才叫两个来，
咱地理会记伫面顶，应该遐有龙穴，吼、啊，特别明显不同的差异性。我才带各位去看，好。来，我们上去了。我甲各位解释一下哈。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地若无肥吼，狗都袂放屎，狗嘛袂旋游。啊，这个人若无福，无德的时，狗在你门口嘛袂旋游，一定的。啊，牛呢，迄所在无肥，伊嘛袂放屎，嘛袂旋游。啊，咱猪也嘛同款，猪你甲放出去，伊要放尿的所在，放屎的所在呢，无够乾，拢差不多放同位。底也袂好乱放，啊，迄、那个所在一定有灵气，有血。啊，拄像咱猪母王爷，伊讲只好捧起来，你看，捧起来即搭，即搭就特别肥。啊，即、這个所在特别肥，边仔甲你即搭草圆圆，啊，迄只来种下，种地方，气对后壁迄种，啊，休息啊休，休息啊得溜来，落下来，落到这里来。啊，恁做些五山，啊，主相，啊，恁在下骹平看嘛嘞，遐有味就臭臭味，有味，恁不知有啥有闻到无？拄只，迄个位爬起迄个，有一挂牛肉味，味肉的味。哦，牛屎嘛无遐尼臭，吼、哦，只有味就自然散发起来，因为才五山，五是咪味？五是一米嘛，啊，所以这里有迄、那个芳葵，米椒的葵，啊，那么咱就大家秀米的，大家上好俩，啊，哦吼、哦，这个所在，啊那哈，啊那也叫食道天心，你向我出去，啊，这就是开间，这边右边还有一张小大大张呀，哦，就是开间来啊，开间。相关的好不好？迄个树啊，伊开一个肩膀，啊，食道天心，啊，这边嘛一张树啊，有没有？相关的啊，好不好？相关的啊，一望树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树啊，它是不是成一直线？好不好？有。啊，成一直线，啊，一直线九十度是咪伫迄个那不？对，对，对，顿跌落，哎，顿跌落，迄个那不咧？那波个个是安怎起？那波嘞，那波，来只那波嘞，哦，上面阳，前面是一生是阴，啊、哦，后面来也是有点像一个那波嘞，叫阴阳阴 x y， 啊，这个法则呢，所以点点你就简单嘞，啊哦，阿亮，哦，这足舒服的，你看足舒服的嘛，好吧。哦，这阿伯咧，啊，大家咧，啊，你去清楚大家，这个切鸡类是吧？个切个鸡是吧？好，啊，去一家。啊，咱厝，假使你是做神厅厝，你若要神兴，神一个中；你若要人神中兴，这个所在咧，你就要爱做大厝的正中，厅正中，人神就同齐兴，好吧？啊，知影无？听无？你有看无？边仔草都无咧，搞到即搭，伊自然围安尼起来，啊，咱猪母王爷，对吧？因为猪母来遮放尿，啊，放屎就对吧？啊，啊，叫因个猪仔吼声大大丁，哈、啊，好、啊，啊，那我们这就走上去啊，阿弥陀佛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谢谢。